怡儿，你的二手彩妆企划书好了吗？快好了。哎呦，写不出来啊，到底哪里可以办彩妆二手牌啊？哎呦，剩2小时就要开会了，死定了！谁来救救我啊？韦英德你好，好，请你稍等。韦英，展机的陈副总找你，听起来好像很急耶。喂，陈副总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30分钟后我会寄到你的信箱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啊，怎么那么多事情啦？我可以的。